宁死，刻薄，你还心狠手辣呢，蛮不讲理。刘亦菲《梦华录》和《陈晓红豆醉》预告鱼水直环热吻。掌柜娘子，跟我角色？二位要的清凤髓。月眉秘剑，这就是你说的角色，乡野村夫，当然不能和京城的红粉家人相提并论。等你办完了这件案子，我调你回东京，让你好好洗洗。神仙姐姐刘亦菲时隔多年接演陆剧，搭档陈晓主演改编自戏曲的《梦华录》，陈晓饰演人称活阎罗的顾千帆，手段跟一般男主可不一样。救我！你的镖上有毒。你也得死，鬼干嘛来呀？你把解药给我，我救了你一命，你也救我一命，我们俩就扯平了。那案件上没毒。你别把我看了。你这根本不行，都出脓了，我得帮你弄出来。你现在肩膀还有伤了，你行不行啊？忍着点。你也不是关公，我也不是华佗，也忍着了，这没忍。哎，顾千帆，人救是救了，但刘亦菲刚历经失恋，心情不佳。我睡了多久？一天多吧。你还帮我擦洗过身子吗？怎么？还行，我未经你同意碰了你的贵体。那倒不是，反正我又不吃亏。粥在那儿熬好了，你自己去喝吧。我再给你放个泻药啊。看来你的病是真的好了，不发烧也不咳嗽，还有力气下药了。那你要有空的话，把我鞋子刷了。粥不错。给钱。给钱。吝啬。吝啬。刻薄。刻薄？你才刻薄！你还心狠手辣呢，蛮不讲理，无德无心，非心薄幸，失乱终弃。你们男人，男人是好担心。这些话，应该都是你想对他说的吧？骂出来有没有舒服一点？谢谢。对不起。痛是天涯受伤人，并不用客气，就当是抽钱好了。你还会讲笑话的。两人在共患难中感情逐渐升温，释出的预告更稳得难分难舍。